大家好，我是何文田广场香港置业 Jimmy Lam， 今天来到君怡峰这里介绍一个单位给大家。我觉得这个单位非常值得介绍，为什么呢？景观永久有保证的。这个单位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它1500多呎实用，但是它四房一套，所以每个房都非常实用的，有工人套房，加上景观它是一个单边位置，所以你望出去亦都可以望到维多利亚景观的。嗱，我先带大家去看看这个单位先。刚刚我们刚刚看完这个单位了，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就是什么呢？它四房一个套房，基本上呢三个房都已经有衣柜的，即是换句来说呢，你基本上只要摆放床啊，或者摆放一些家私已经搬进来住了。我觉得这个单位呢是非常非常呢是值得介绍给大家的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兴趣呢，给电话我，我何文田广场的 Jimmy。咁啊，呢度同大家讲拜拜先。咁啊，下一个单位呢，我哋再继续介绍啲好嘅单位俾大家。